对，假如说昨天看到视频以后，非打电话过来要给你写欠条啊。写欠条啊？还有个屁事了，长大了挺有骨气的，行，来吧。咋你不是你真想写啊？我是在说玩了，他非要来，我能不让来呀？你看你。那看吧，是不是来了？哎，你真有意思啊！那节目都是说着玩的，你真上班几天点了？哎呀，我就来看你那个节目来，然后我要喝点那酒过来。行，要知道找我喝酒了。你马上冬天了，你拿啤酒来了。你那给我喝点。行，一会儿喝多了把这甜点我吃了啊。行，你看那我来这边写甜点了啊。你也一个说一个打一个，开始闹腾玩了是呗？你来给你玩玩吧，小哥儿正在啥都上来过了，一会儿都回来了，一会儿先吃了呗。来，啥都行。一会儿来喝酒。你今天喝多少来了？今天不大喝酒，主要今个来陪你高兴高兴。扯淡，高兴高兴。你不是写讲的吗？写检讨来了，我再也请你来演几个点儿。我那先开水了就，我要快不行了，把俺姐家的喝。你把这酒喝了之后，误射几个几个？整夜酒。我二把青梅给我了吧，别还搁这逗俺弟弟呢，还小了。青梅。哎。来。咋了？来帮忙来。咋了？你过来一会儿，我给你说点话。来。咋了？你别搁这逗着玩了。他小了，也伤他自尊心。行了，我还不知道，我知道。这不一直都快结婚了，再因为这事闹着矛盾，你叫我爹娘咋着急你？我有分寸，你放心吧。叫我做点菜，让跟你俩吃菜点菜，少喝点吧。嗯，行行行。他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他的意思呀，也就是那个三个字的读音都跟前面的方。差不多，读音很接近，差不多。姐，我跟你说那句话都对，我长大了，该自己面对困难了。你跟俺姐这长时间一直帮着我了，买车买房，我非常感激。行了啊，那姐夫跟你闹着玩儿呢。我知道姐，姨妈归姨妈，那我现在还那个钱，我确实没这个能力，但我以后挣钱肯定还给恁了。行，我相信你啊。我可以洗个天桥，姐夫。不用啊，不用。咱这个天桥，我写给你的这些，来，我跟俺姐写，我这个钱是。给俺姐那借了，你跟恁姐那借的钱，一人俺俩共同努力挣的钱呢。啊，哪是恁共同挣的钱？俺爹俺家给恁带孩子，又不是光给俺姐自己开了吧？你喝多了、啊、这玩意儿啊？放心吧，姐，我俺姐夫又不是小气的人，不会给我生气了。我也知道这今天俺你跟俺姐夫又对我好，我心里边有数。俺姐夫，你照顾照顾恁弟弟？那肯定得照顾你，就是一直照顾你了。嗯，就是买房买车。你是岁数给你介绍到家来的，我看。啊，是这两年确实，我特别感谢你姐夫。没准你准你现在远了啊。嗯，都是你欠你的钱，我肯定会早点还的。你看，你给我找个工作干吧。找工作，我给你找啥工作呀？我去那厂子干的。厂里边当小女儿，上上岁数了，裁缝机了，能干不能干？你到厂子当厂长？当厂长也行。小爽喝多了啊，别说了，慢吃了。没有，我真有这个想法，姐夫真。喝呗，今儿菜咋样？喝恁俩有胃口呗？喝。